露露有，他是很多天前就跟我讲了，然后我跟他说我去分手啦，分手啦。这条路已经被我们封死了，对对对对，过不去了。梅乐高已经空掉了。哎、欸，辛苦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、欸，真的封得很死哦。对。所以听说分手是露露提出来的。哎、欸，你觉得分手的关键是什么？没有好好的讨论，很和平，现在还是好朋友。可是之前看你的脸书发好像有想要复合的意思，就未来的事情很难说。嗯，有吗？有想吗？就是顺其自然，现在是很好的两个人。是吗？可是教他说在群组里面你们两个都不对话啊？你们有个群组都不对话，然后他说不知道谁要退出才行，这样子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他们已经开心的了。没有，我是说你们啊，还有联络，对，还有联络，就是先变成很好的朋友，就是顺其自然。对，大家辛苦了。有没有可能啊？有没有喝咖啡？有。如果有，之后金宝来走，我再跟大家。所以听说分手是露露提出来的。对。谢谢了，谢谢大家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注意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风口浪尖，真的很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生活我已经把路堵起来了，大家也是好生活，能说我一路说，我没有注意，对不起你们，大家加油，我对不起。真的，张立东没有对象，你有没有对象了？我早就恢复，我早就不是单身了，多单身。